叶小宝今天要参加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次的跑步的比赛啊，运动会的预赛，我们看他会不会紧张啊？小宝会不会紧张？会啊。那你就用心跑就好了啦，好不好？跑赢跑输都没关系，要跑的用心，跑的专心，对不对？那我跑第一名会专心？不一定啊，跑最后一名也有可能很专心啊，知道没有？啊？我把你鞋子穿好了、啊，现在在吃香蕉是不是？啊，补充体力啊，好吃吗？啊、你要戴帽子下去跑、哦，那帽子会飞走呢。加油！我等一下再去看你比赛哦。好啊。跑步是这样哈、哦，有些人天生就真的跑得比较快哈、哦。那、啊、其实跑得慢也不要觉得会难过或伤心之类的哈。哦那因为每个人天生的素质都不太一样，所以要专心、用心、用力的去跑就好了。每个都是冠军，知道吗？加油！来，击掌一下。嘿，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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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，好 ，OK。我叶小宝在热身来呀、啊。起跑，起跑了。哦，噔噔耶，小宝，哎，今天跑步你们那一组你第一名啊、哦，你有什么感想啊？哎、欸，很快乐，很快乐啊、哦！运动会那一天就加油啦，看你那一天跑得怎么样了、啊，好不好？嗯、啊，跟大家拜拜呗。啊